从医院又跑了，然后检查出他心脏好了，好了很多。他现在不是一直在吃那个什么，就是山上的那些药材嘛。然后他心脏已经好了，说是好了很多，可以手术。是不是我这边声音你听得到哈？我刚刚怎么会显示没声音？听得到，但是为什么切换成这样子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没事的，啊，晚上那好。医生说他现在可以手术了，我就想说尽早把手术给他做了，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不能拖。他那个瘤子已经长，那一开始是这么小一点点，然后现在长这么大了，然后一开始不疼了，现在都疼了，都在。我不想给他搞成以后是就是坏的情况下的什么都救不了他了，到时候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也急不了，现在都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？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，你耽误了自己一辈子。你现在不是身上没有钱吗？你凭什么，是吧？你带阿姨去看病吗？啊？我有钱啊。你有钱？你哪里来的钱？啊？晚上好。咱们这个事情，你们能不能答应我，别把这个事情跟凡哥说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知道的，我要听你们的话，好不好？晚上好啊。好不好？你们说，你们跟我说一下，家人们晚上好。就是，家人们，我们就是灯牌没有加的哈，我们在左上角哈，我们很多天没有给大家开播了，是不是？欢迎哈，欢迎所有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很久没有给大家开播了，我们在左上角哈，刚进来家人们左上角这个就是，对，粉丝灯牌，大家亮一下哈。阿乐干嘛就又把我挂了？我给他连一下。家人们，你们刚才是从阿乐那个直播间过来的吗？来，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在左上角哈，在左上角给主播点个关注哈。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们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把灯牌亮一下哈。我现在人还在梁山，凡哥你还没回老家过年没有哈？我本来是前两天就要回去的，然后这两天临时有点事情，然后我要把事情处理一下回去。然后还有就是，这边我过两天回去的话，我还要去一下那个成都哈。我都不同意，我妈都不要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要说啊，听到没有？你们如果那个啥的话，我会听大家的话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嗯嗯，怎么了？没。哎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就是 PK 吗？对。哎，要不我们两个玩一场 PK 呗？家人们说，你们说好不好？那我跟二玩一场 PK，看谁赢，好不好？我肯定打不过你，我知道的。我这边没有人，我这边才六个人。家人们，你们过来帮我打打气，好吧？我这边才六个人，你那边多少个人？400。你那边才4个人，我这边六个人，那还是我赢呢。400。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我马上到家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给就是那个，就是你们，你是手机开着直播的吗？对啊，我手机开着直播啊。哦，我那家人们全部都去那个凡哥开的直播那个去，我马上过来。你赶紧过来吧哈。啊？我马上回去，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，我都赢了已经。怎么你这个？PK 啦，PK 啦，家人们打他。快点把他打赢了，我就回去。来，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，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，我们在左上角哈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哈。家人们，对面那个是阿尔，是我的手下败将哈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给发个说哈。来，家人们都过去。不是，都过去，现在不能过去，现在要帮我打他打赢了，我回家。家人们过来吧，过来吧，家人们，我们回家吧。现在要帮我打赢了，我回家；打不赢，我就在这里，我现就在这里在冷在死算了。二，我在家里啊，你要赶紧回来啊。
打赢了我就回去。赶紧回来，我过两天就回去了，过两天带你一起回去哈。嗯，我正要问你要不要带我回去呢。这还需要问吗？买票了吗？买了。开车回去吗？嗯，坐飞机回去吧。你必须听大家的，我们就不说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家人们，我听你们的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不能跟他说，要不然的话他会难过，会伤心，会那个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过两天，我这边成都那边有点事情，我可能要去一下成都。等你过后，我们不要这样子哈。啊？你到时候，我要先去一趟成都，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去一趟成都再回来跟你一起走，好。哎，你先回来。先去成都，要去成都赚点钱，收一下账，回来跟你一起回去过年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没钱回去过啥年，是吧？好的。啊，家人们都过去那个就是翻个直播间，然后我。对，家人们你们过来，然后二二下线，好不好？二二下线，然后也一起过来来这个号来。我下线，我直接回去。来。所有家人们，我们没有关注的哈，没有给这个号点关注的，我们点一下左上角关注哈。欢迎所有全部去凡哥的凡哥开的手机的直播间，我一会儿我就回去了，我就去他那儿，我把这个我要把这个关了。家人们，我们刚进来直播间，家人们，我们赶紧点年话，我们不能那个哈，你们要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子的话，我死不承认的哈，我会什么？因为不然的话他会伤心。你又做什么傻事吗？你说啥？啊，我做什么傻事？我才不会做傻事呢。你又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了吗？你难道今天又去看帅哥了？有帅哥喜欢我而已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那喜欢你我不会相信，我只会开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好嘛，你长得漂亮。你一锦红梅阿姨姐姐，我会听大家话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你又漂亮，然后又善良又孝顺，所以我喜欢你啊。那我喜欢你的话，我都喜欢你，那肯定更多人喜欢你啊。如果大家都不喜欢，就我一个人喜欢你，那就有问题了，是吧？哎呦，懒得跟你说，家人们给我点点赞，把赞赞给我飘一下，把赞赞直接给我飘到10000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这又白开了。然后赞赞给我飘10000，然后谢谢黄丽姐姐啊。来，家人们，全部站在给我飘到10000，来直播间动动我们发财的小手，过年了，我们红红火火过大年，对不对？把我这个发财的小手动动，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然后给我点点心，把星星给我直接给我点到10000。哎呀，最后7秒，你再给我上一点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给你上一点票，我都想用小号上票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天！马上6000了，站在马上6000了，给我点到10000，然后站在点到10000，全部去凡哥直播间，全部去我那个农产品那个号的直播间，我回去，我回，我就去凡哥那儿，我直接去凡哥的直播间了，家人们去。家人们，你们过来吧，点开那个卢克尔农产品的那个头像，然后直接进去凡哥的直播间。然后我会去那边哦，8000了，马上9000了。为什么我的直播间点赞才3000？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？马上9000了，马上10000了。谢谢所有家人们，谢谢，好运常在哈，好运常在。对，点开马上10000了哈，马上10000了，10000了以后，家人们全部去凡哥那边，点开凡哥那边的头像，然后全部进凡哥的直播间，然后我这边就关了哈，点开凡好10000了，谢谢家人们，10000了，够了，点开那个，10000了，对，够了，点开那个凡哥的那边的那个头像，那个鲁克阿尔农产品的那个，点开他那个头像，然后全部进凡哥直播间，然后我这边我就关了，我马上到家，我已经快到家了，我只是想在这里就说跟大家聊聊会儿天，结果没想到他还没走。没想到就是老板还没走，还在我家。哎，我就是凡凡还没走，还在我家开直播呢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刚以为他是用那个号，我以为是我弟用那个号来撵我了，结果不是我弟，原来是凡哥。凡哥他在开直播，全部往这里面进哈，全部往
凡哥那边进，我们过去了，对，全部往那边进，我马上关了，要不然一会儿你们找不到他。你们找到他以后，我回去，我跟他好好沟通一下，看一下，就是说，这过两天他回去，我要不要跟他回去？怎么回去？回去的话要穿些什么衣服，或者说是有什么礼仪礼节这些，我回去，我过去跟他谈一下哈，过去跟他商量。我过去他那边去给他商量，来这边全部啊，来全部过去哈，要不然一会儿找不到我们，我一会儿可以把，我一会儿还可以把就是什么，还可以把就是凡哥给我买的衣服呀这些都拿出来穿给大家看，然后到时候哪个合适啊，或者哪个不合适呀，或者我们几号出发呀，我们是开车回去呢，还是要坐那个飞的，就是飞机回去啊什么的，全部往这里面进。全部往左边，右边，全部往右边，就是鲁克埃尔龙产品那个，全部点开那个头像，全部往那里面进。我马上到家，可能五分钟或者三分钟，可能五分钟或者三分钟我就到家了。到家了，我跟凡哥谈一下，就是说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事情怎么办，我妈妈这个事情怎么办，然后还有就是能帮你解决，你不要怕哈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福建。我去福建，我要穿什么？我还有没有什么礼仪礼节要注意的什么的？我去过去，然后还可以把衣服拿出来给大家穿看一下，我穿成什么样去合适？来，全部往这里面进哈，全部往这里面进。鲁克埃尔龙产品那个点开，然后我马上这边就下线了哈。五个数，你们没进的话，我都下线了哈，下线了你们就找不到了哈。全部往白山那边进，赶紧回来，快点。全部往凡十三那边进，全部往凡十三那边进以后呢，我下了线呢，我就在凡十三那边去哈，一定要听凡哥的，我会听大家的哈，家人们，我就慢慢的去处理吧，这些事情不处理是不行的，遇到事情反正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全部往这里边进，你赶紧回来，冷死了啊，外面太冷。全往这里面进哈，全往这里面进，要不然一会儿都找不到我了哈。全部往就是凡十三那边进，我三分钟我就到家哈，三分钟我就到家，全往里面进哈，我就关了哈。赶紧。然后你们都在就是凡十三那里，在凡十三的直播间等我哈，在那边就是鲁克埃尔龙产品那个号，就是凡十三现在开着那个号等我，他在我家的那个厨房，他今天来我家没走。我知道他来我家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没走哈。全往那边进，然后我也回去看看我妈到底是回去了还是躲，我都躲，只可能还都没回去，指不定为了不去医院，不知道躲哪里去了，可能全往里面进，我关了哈，在凡山那等我，赶紧回来，我也在家等你。不要做傻事啊！做什么傻事啊？二这两天可能天冷了，因为就是心脏不好不舒服的人，他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出事，知道吗？因为心脏病的人他特别怕冷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也是心脏不好。十三。二要嫁给一个50多岁的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的哈，不可能的哈，不可能的，我也不会那个啥的哈，不允许的哈，大家不要担心哈，不可能的哈。是真的，他瞒着你。他收人家钱呢，什么情况到底啊？他干嘛要收人家钱啊？凡哥苍老了很多，最近瘦了哈。最近是不是苍老了很多？是不是头发长了没几天没见，头发长了没剪，是看上去就是。沧桑的很多，哎，人就是这样子，人春风得意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眼睛会发光，头发会发亮，人要是出点事情的时候，头发就油油的长长的，是不是？可能跟那个灯光也有关系哈。
他说钱给他爸妈做手术啥什么情况到底啊？他妈妈那个情况比较复杂，他二的爸爸手术已经做好了，就是现在还在，他们在恢复当中哈。然后二的妈妈的话，他暂时就是因为比较复杂，他那个手术比较复杂，然后就是暂时没办法住哈。真的瘦了，憔悴了很多。就几天没有见，瘦了吗？不过最近好像很多人说我变瘦了。二说不能说，现在都说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啥，怎么可能？别乱说你们。我还在想过年的话，过年把二带回去福建的话，我要怎么跟家里人说？我要跟我妈说，我要跟我家里人说，二做直播带货赚了很多钱，对。我就要跟我妈我爸我妈说二做直播带货卖得很好，然后赚了很多钱，然后这个女人很本事，我就这样子跟我妈跟我老妈说，这样我妈那个人就是这样子，她就是觉得你这个很本事，她就会很欣赏你，你要说她不会赚钱她就不喜欢。哎，你怎么进来都没声音啊？我进来有声音啊。你问家人们，他们我进来是不是有声音？没声音，我都没听到。得了吧，没有话。那个家人们，你们不要乱说话哈。这个啥哈？怎么？我路上的盘缠。哦，对。本来我想的是拿去路上跟我妈在路上吃的。路上的盘缠。对啊。对啊，你这么晚了，你干啥？去医院呀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啥医院？医院关门了吧？今天不去的话，明天去的话，又只能后天再检查。我们这边现在路在修路，路不通，还要走下去。他们都说我瘦了，他们说我憔悴的很多。你要负责。那肯定嘛，那肯定就瘦了很多嘛。你现在事情这么多。没事。啊，我在想，过几天我们回去的话，你要穿什么衣服？然后我们要带什么回去？我们要多买一点东西回去。哎呀，我爸妈那个人，他虽然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妈她不是不缺钱的，但是你要是多给她买点礼物呢，她都是高兴的，她会觉得。带点腊肉。我觉得光带腊肉应该还是不行，我觉得可能还要是。要带点其他农产品吗？对。我也没有什么好拿给她的。我们买一些就是我们附近那边没有的东西，好吧？你很快呀，我用跑的。啊，你很快。他刚才反正我都到路边了，怎么？这边的农产品，对，我怕带不好。就是那个叫什么，红薯，对，你们这边红薯都比我们那边好吃。那也太寒碜了吧？好像也是哈。是不是？喝不喝包子粉吗？好，喝。那现在经济实力不允许嘛，经济实力不允许，那我们又经济又实惠的，不是就是红薯了吗？是不是？而且我们那边那红薯也没有这边的好吃，那种高山的红薯特别好吃。家人们，你们说红薯行不行？带猪肉，我还憔悴了很多呢。啊，辛苦了。带新鲜的猪肉是不是？可以，那就直接咔嚓一坨。新鲜猪肉就是寄回去呗。他们说红薯不要带。他们说红薯不要带。我穿什么衣服？千里送红薯，礼轻情意重。我穿什么衣服？我到时候穿红的衣服，还是白的衣服，还是绿的衣服？不是蓝的衣服还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？我们那边不能穿白色的衣服。OK， 过年的时候。你们那边不能穿白色衣服呀？对。真的？对。不可能。真的，我们那边连结婚，有的人就是都不能穿白婚纱的。不可能。哎，你不信？福建、广东那边有这种说法的。不可能。特别是老人家，我奶奶还在。如果我爸我妈。穿时尚一点的。
是不可以穿白色的吗？我们那边人不喜欢穿白色的衣服，像现在的冷天的衣服，我也只有白色加黑色是不行，红色是不是戴个绿帽子就行？好，那还得去买戴绿帽子啊？你要给谁戴绿帽子啊？什么？你姐姐说的，她说戴个绿帽子就可以了。我靠，这你姐姐不行，我要把她拉黑。什么意思啊？拉黑干什么？绿帽子嘛，重新去买嘛就行了嘛，对不对嘛？对不对嘛？绿帽子是不能戴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哪里不能戴？我现在没有绿帽子，没有。你有。这个花的吧，这个现在没有绿帽子，去买就行了嘛。他说骂我的什么意思啊？戴绿帽子是骂人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绿帽子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绿帽子就是我想一下，绿帽子就是菜。你看菜上面不是都是绿的吗？菜的头都是绿的吗？那肯定不是。绿帽子是骂人，他们说绿帽子不能戴绿帽子很菜嘛。绿色的不能戴。绿帽子是骂人，他们都说是骂人的。绿帽子不要，对，绿帽子不能要哈。买套新衣服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戴绿帽子，最后被人笑。你要是戴绿帽子，我就不跟你走在一起了。我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不知道这个人哪里来的傻子，戴了个绿帽子。骂人呢？他们说骂人呢。穿红色，那我没有红色，我记得我没有，我有一件红色的衣服是我的，就是婶婶，我的婶婶的衣服换给我穿的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橘红的，是我的婶婶换给我穿的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旧了，可能穿出去见就是，见就是公婆，不是，就是见就是。就是烦爸爸烦妈妈的话也不太好。我觉得你直接穿那个，穿民族衣服，要么就穿我给你买的，不也不要好看，能暖和就行了，就穿我前天给你买的羽绒服吧。黑的白的都行。你没有买白的？不是有一件白的，然后上面是紫色的，白跟紫色的吗？不是有吗？你不是说不能买不能穿白的吗？那他不是全白的吗？哎，那算了，那就不能穿。过年好像确实不穿白的，过年还是我们那边过年还是穿红色的。哦，有了。穿什么？穿红色的。对。好像我也有见过你。去哪？有了，肯定，快去！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二叔穿什么衣服吗？你们肯定猜不到。我自己去。就是那个我自己买的。在哪里？那我自己买的。在哪里？就是那个边边上的那个什么一个，有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桌子还是台子的那个上面。新衣服啦！哦，我穿给大家欢迎欢迎，我也是福建要红的，是不是？要红的时尚就是不是？要红的时尚就没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时不时穿时尚点，没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时不时穿时尚点。